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系统训练终极部分的第20个小节，就是我们的发力方向与拍头的训练。那么我们有的人呢，在打球的过程当中，往上过多或者往前过多，这样子的弧线是比较直的，就不利于产生弧线。再一个，他打球的时候，他打到这边这边这边，没有打到拍头去，所以说他整个球出来的弧线不稳定，而且力量速度也不够。所以说我们要打球的时候，要一定要打到拍头去，在这个拍头啊，这个拍头打下去。那么呢，我们的发力方向呢，就是往前的时候再往左走一点，这刚好收到拍头就还原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打的球比较集中，比较好。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啊，站好位，预备。那在这里挥拍，一、二，拍头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往前往左，往前往左，拍头。好，我们练一下反手啊，一样的，往前往右，这个拍头走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最好这个时间接触球啊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正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